他打印出来，然后有一个艺术家在那边在画啊。那我这里呢打印了三张啊，这个是一张呢是惠普的，还有两张呢是竞品打印出来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有一张是 CP1025打印出来的，那试试看啊，看你们看不看得出，是哪一张是 CP1025的。啊，这边的朋友啊，我也有一张啊，这是我自己打印出来的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那个print sample 啊，要不猜一猜是哪一个是 CP1025打印出来？那我们说了，虽然 CP1025是世界上最小的，但是它有很多功能呢，是它没有缩小 ，OK， 都是跟原先的，又好像它的那个打印质量都是非常好。好，要不猜一猜？哇，这个很有眼光啊！哇，如果你选男朋友、选丈夫，也是很好的眼光，肯定啊。这张是惠普 CP1025的。那这位朋友，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，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会比较好呢？这两张太差了。这个字都打成这样了，怎么可能是惠普打？非常好啊！大家这个是非常有专业知识的哈，你看来很描绘的比我还好啊，你看有一些字你可以看到啊。他打得不好，对吗？如果有一些是图案的，但是有一些呢是字的，他就可能打印得不好。那另外，哎呀，这张呢，来，评价一下。这横纹太多了，这没法看。哦，对，这个横纹是吗？啊，这个横纹。横纹啊，不好意思，你看我这个很久没回去那个北京了啊。哎，你看，英语呢这个叫做 banding 啊，大家都可以看到横纹啊。所以不太好，还是选择我们的。